什么时候跟那个白依稀分手啊？你不会跟他假戏真做了吧？要不是他手上有我需要的医学机密，我早就把他给踹了。我跟他，你更喜欢谁？当然是你。林天，你真坏。是吗？林天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当然是因为你欺骗了林哥的感情，口口声声说爱你，却连研究的医术机密都不肯告诉他，真是可笑。你闭嘴，苏洛，我把你当成我最好的闺蜜，你却玩我的男人。你少废话，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，给你个痛快，否则。否则什么？否则我就会把你扒光，一刀一刀的把你的肉割下来。林天，你可真是狠啊，真是看不出来，我白雨熙眼下才会看中你这种卑鄙小人。我死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一个不受宠的丑王妃，还敢下药上王爷的床？成功了又如何？还不是被王爷冷落？现在我看谁还能来救你？丑八怪，快喝！喝完我好交差，快喝！丑八怪，喝完我好交差，喝喝！你他妈谁呀、啊？说谁丑八怪呢？王妃，我劝你快喝了这碗药，不要为难我们这些下人。还王妃？我还皇上呢！你这死老太婆从哪出来的？跟我这玩呢？你不要！你这死老太婆真是想毒死我呀！我靠！真的？难道我穿到那本书里了？不要！我靠！紫老天，不会真让我穿越了吧？不管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得赶快逃。贱人，你竟然敢杀本王的贴身侍卫！我没有啊！糟了，这副身子太弱，完全打不过。敢给本王下药，就该承担后果。我没有。如果不是你给我下药的话，我宁愿碰勾栏里的妓女，也不愿碰下界的你。好，你敢杀我，我就跟你拼了！这不是医书上的图腾吗？我得再看看，说不定还能解放出来。果然，说不定能靠它撑回去。荡妇，这么急不可待的扒本王的衣服求婚，是想当着下人的面晒眼活春宫吧？哼，王爷。你可别胡说，找条狗求欢都比找你强，我可没那么饥渴。吴嬷嬷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吴嬷嬷不过是过来想劝你跟王爷说出实话，怎么忍心毒杀他呢？吴嬷嬷是我的陪嫁嬷嬷，是我苏家满门牺牲之后唯一剩下的至亲了，我要怎么跟九泉之下的父母交代啊？是他先毒死我的。铁证如山，还敢狡辩？姐姐，吴嬷嬷不过就是亲眼看见您递了汤药给袁侍卫，之后袁侍卫就中毒昏迷，性命垂危。你这么做，将王爷置于何地啊？果然看不出来，刚开始想害死本王，又毒害本王的贴身侍卫，然后把吴嬷嬷置于死地，你可真可以啊！一个眼瞎，一个巧舌如簧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放肆！本王好心劝你，却不领情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。怎么？王爷不敢听我一句争辩，就想屈打成招吗？铁证如山，还敢狡辩？袁侍卫现在在哪儿？我能治好，等他醒了，自然要还我清白的。本王怎么不知王妃善意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耍没耍花招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耍没耍花招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姐姐，你哪会什么医术啊？你要想活命，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啊！王爷。咱们还是赶紧找个太医跟袁侍卫瞧病吧。来人，在把王妃拉出去，重打20大板，等我见到太医之后再去处理。林君衍，你不听我的，袁侍卫就是大罗神仙来了都救不了，你交给我他还能活命。你少在这里混水摸鱼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是后悔，后悔没早点认出你这个毒妃，做出那么多错事。把他丢进柴房，活不过来就当柴烧了。
一群废物，连个不受宠的王妃都对付不了。娘娘息怒，吴嬷嬷已经死了，什么也没透露。这还差不多，谁敢透露半句，本宫定饶不了谁。是皇妃。王妃，你等等奴婢，奴婢这就陪你去。别冲动，我还有气。王妃，你没事吧？我还因为以为我嗝屁了。放心，这点小伤死不了人的。这个鬼地方我是一刻也不想待了。笑笑，快收拾收拾东西，我带你去跑路。天下之大，莫非王土。王妃，你要跑到哪里去？哎呀，我忘了这是在古代封建社会，害死人啊，我得赶紧穿越回去才行。现在所有线索都在狗王爷身上，得想办法解除误会，接近狗王爷才能查清图腾。王妃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什么狗王爷的，你是不是撞傻了呀？哎呀，别怕，我脑袋灵着呢。哎呀，先给我拿面镜子。哎，还好药膏能去掉印子，你看我这小脸蛋可被狗王爷虐惨了。哇，王妃你好美啊。王妃，你这从哪里得来的百宝箱？之前怎么没见过？这不重要，你现在告诉我袁侍卫现在在哪儿。王妃，咱们还是赶快跑吧，连大夫都说袁侍卫没救了，再不走这真的来不及了。赌一赌，单车变摩托。什么摩托？就这两个轮子开起来嗡嗡嗡的东西。王妃，你不会真的装傻了吧？你不懂，我跟你说什么呀？还好还有救。你果然在这里。王妃与袁侍卫通奸被发现，就妄图谋害侍卫。来人，给我抓住王妃，无论死活。喂，别过来啊。来人，喂，给我抓住王妃，别过来啊，无论死活。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。都说了别过来。白雨溪，你竟敢当众行凶。啊，白雨溪，你的脸怎么？我自己治好的，同理我也能救醒袁侍卫，你别碍事就行。姐姐你不要说谎了，我刚才跟你亲眼看见你要谋害袁侍卫，甚至还想杀死妾身。你胡说八道，我跟他明明是在救他，等他醒了就能真相大白了。林君言，算我求你了，你信我这一次，不然他真的就凉了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哪会什么医术？袁侍卫虽然是王府家丁，但也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总不能为了自己活命就草菅人命吧。来人，将白雨溪押入地牢。白雨溪、啊、你放开我，再不救他他就真的凉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我是来救他。王妃你怎么能这样？让王爷情何以堪啊，让王爷情何以堪啊。我干什么了？我你扒开扒开，妾身难以启齿。你说我扒他的裤子，不知廉耻。林君言，我真是为了救人，我是在打针，我不扒他的裤子我怎么打针？救人打针就用手上这个东西？姐姐你不要再说谎了，我知道你想活命，可你也不能这样啊。闭嘴。快来人，把他当火，赶紧给我拉下去。王妃杀人了。你放手。你竟敢杀了从小随从我情同手足的侍卫。你放手。慌什么慌，他死了我赔命。好啊，来人把白雨溪给我拉下去。王妃居然连王爷从小长大的侍卫都不放过，实在是太恶毒了。不是王妃，是王妃救了我。王妃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请您安心上路，请您安心上路。住手！参见王爷。袁爷醒了。是白雨溪。对，过去的我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不想再委曲求全了。你少跟我废话，你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你的医术怎么回事？我就是得到三甲神医的真传，仅此而已。三甲神医，喊来本王见见。见是不可能见的，再说了我到哪儿让你见到现代的三甲医院？
只要你给我主母掌印，我就可以考虑考虑。就是救了人，狮子大开口啊，最多让你搬回清醒宫。